眼望去，绿油油一片，风景甚是美丽，但这却是水库见底的模样。明德水库上游长满杂草，连有效蓄水率高达一亿多立方公尺的鲤鱼潭水库底部部分裸露皲裂，水情严峻。曾经有一次干掉，我还下去用走。走到那个水门，那个苗栗三座水库同时见底，有效蓄水率都跌破两成。永和山水库蓄水率剩11.9%，明德水库蓄水率10.6%，鲤鱼潭水库蓄水率15.2%。分享个美景之余嘛，但是绝对不要忘记节约用水啊。水库蓄水率持续下滑，水情短时间没有改善迹象，长期抗旱，呼吁大家节约用水，珍惜水资源。大爱新闻苗栗综合报道。